那怎么运动？这里边痛，不是痛也是痛对吗？但是你这边又没有阴，这里适合生发乱，你的肩膀这样上看，对，那就比较重点上路啦，这个就比较轻哦，对，然后这个骨头就比较硬啊，对，所以不硬先一点，再往上比较，主要是这样比较软一点，你的手背可以进去的，这样，好，然后，嗯，好，是太松了吗？然后不也是松了，嗯，肩上看，上下看看，好，对，好。这个肩膀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这也松了啊，这就完了。